十四亿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，坚持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战略，完成八亿亩旱涝保收、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，划定10.88亿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，粮食产量连续6年超过1.3万亿斤，产能再上一个新台阶，水稻、小麦自给率保持在100%以上，玉米自给率超过95%，肉蛋奶果菜茶品种丰富，供应充裕，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。